才会讲到第一是众生心，第二是国土心嘛。那么咱今仔日呢，咱来解释的就是业报心，业报心呐、啊。确实，咱众生啊，拢是成业报在人间。咱大家人伫过去成长啊，万般带袂去，但是呢，咱带来就是业。咱的业报带来了伫这世人，不管呢，你的身形是报什么款的身形，是男是女啊，是长啊，也是短啊。是啊，五官端正啊，四肢健全啊，这拢总是甲咱过去成长啊有关啊。所以现在的人伫医学发达啊，伊呢，甲人的身体啊，啊，有一种的叫做基因啊，基因啊。那基因就是叫做遗传。对现在的人来讲，这是甲父母呢，诶，这个血统遗传。其实呢，伫佛陀的解说啊，比这个父母的遗传搁较深。因为呢，咱过去生中做什么业，结什么缘。那咱呢，就受这对的父母，因为有缘啊，所以报生在这个地方，由不得咱呢。所以这种的业啊，只要你过去跟这对的父母结的缘，是好缘，是歹缘，是福的缘，或者是病的缘，这样。爱看，由不得咱自己，拢是由业来。这一步，咱若想到这个囡仔呢？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我们感觉到这么不甘啊，也是感觉到说，这种的基因啊，到底伊跟老爸老母是什么款的这个基因去混合，是怎么在肚子里呢，就开始呢，五官不全。而且四肢的肢体也不全，咱看伊的手，看只是敢那两支指头啊，都无真完全呐。脚也是同款呐，这种末梢肌肉呐的肢体无健全。我想到讲伊迄个面呐。也未来到台湾之前，他根本都无七孔，只是呢一个笼统呢，一大坑而已。目睭啊、鼻啊、嘴啊，啊，拢总夹做一个，就是一个大洞，一个囡仔。这是不是叫做业报心呢？过去成长。做什么业吧？来，先得跟这对的父母有缘，也真加载啦。加载讲吼，迄当阵伊生落来时，早产，因为呢，八个月出世的囡仔，医生啊，甲这个囡仔接生落来时，大家人都惊着。
不过医生甲伊个老母讲，这个囡仔活袂过七天啦。伫这七天个内底，恁好好甲爱啦。就这个月，这个妈妈呢，真正希望来弥补这个囡仔，所以伊用真爱个心呢去疼伊。这第一是骨肉，第二是要弥补伊，所以七天的真爱呢，爱出来了真情。七天过去啦，囡仔的生命力还阁留着，从安尼开始啊，一个月过一个月，已经呢到甲一岁兔。迄个时阵，真正伊也是有好缘呐、啊，才会去甲咱的主祭人啊，这个姻缘呢，受人介绍，互咱发现，从安尼开始，人间的菩萨啦、啊，陪伴着这个妈妈菩萨来陪这个囡仔，这种呢。爱的汇合啦，咱个囡仔呢接来到台湾，就伫大南为这个囡仔做真多呢。囡仔家己本身嘛真辛苦，咱个医疗团队呢压力嘛是足大的，尤其是老母的烦恼啊，心灵的折腾。真正也是真折磨吼，那主祭人的爱呢，共同的陪伴，哎呀，业啊，这种的业报身啊，除了伊的身躯自身以外，伊生活的环境、家庭贫困啊，老爸本身有心脏病，阁是伫咧做小工，渐做渐歇。小花做一个，啊，都爱搁再休啦。所以家庭呢，就是靠这个老母收增加、出增加，安尼来维持这个家庭。你家想，这囡仔一生落来，安尼残而贫，这贫穷啊。实在是苦不堪言，这叫做业报身。另外，还有一个囡仔，大家人应该会记得吧？罗文帝比这婆呢，更搁再较厉害。以此二流，这是非常罕见啊！生下来呢？在那个气氛的内底，这种的流，哇，已经变到呢，那囡仔的面好亲像呢，那个河马脸啦。那得啊，2002年啊，咱去巴旦岛义诊，这个囡仔听到伊的邻居甲伊讲，有。来自新加坡的医生，主祭仁义会，在巴旦岛在义诊啊，这么一个贫穷的家庭，这个孩子是有这样的这么畸形的大瘤，所以赶紧啊，要把这个孩子带来给咱的医生看。来啦，语言不通，咱呢在给他翻译的人啊，给他说明天才过来，但是呢，他听错了，就是说这无效啊，明天也不用来了，从这样就带回去了。他的家啊，要来到这个地方呢，也是很远啊，半山过水啊，很远。像安尼呢，明仔载无来啦。咱伫咧义诊的时阵，感觉讲奇怪啊，约好的这个囡仔，
应该爱来这整形外科啊，会当甲伊看，是毋是会当开刀啊？袂，但是从安尼无信失去，经过了，咱各几处去义诊，还是同款，这个囡仔无消息。安尼过过了一年外后，这个囡仔阁出现啦，老母甲带来，啊，看到比过去的一年外啦，阁较大起来啦，迄大得真紧啦，互逐个人看，逐个人惊，看伊虽然有七孔分明啦，但是呢。迄、那个瘤啊，已经甲规个嘴呢，安尼规个经开去啦，这吞咽嘛无法度啊，已经呢内底也破啦，发出了正重的臭味。迄当阵，伫咱新加坡啊，人医会甲这个相片呢转转啊。把这张相片提到我看到的时候，够可怜呢。给医生看，妙手妙法妙人医啊！父母心的医生，因愿意接，愿意接，到底是有可能吗？咱的医生呢，还是去家看卖呢？啊，试试看。接来啦，这个囡仔这段时间啊，伫华联得了偌侪人的同情啊，得了偌侪人的疼爱啊。囡仔家己本身真乐观，所以迄段时间啊，为伊一次再一次会开刀整容。但是呢，这种的病啊，医生已经讲啊，这会不断地地大起来，上少到18岁，就是讲到伊的身躯会成长安尼呢为止。18岁啊，对这个囡仔来讲呢，是偌呢只长的岁月啊，一次会开刀啊。都爱费偌大的心神呐、啊，也毋是干那一边都好啊，一边切切了再搁切啊，干那迄个面呢，会骨啊，肉迄、那个瘤啊，安尼呢起来都几公斤呐、啊，这囡仔的迄个面型。好不容易啊，经过了几次的开刀进行，那是很大的刀啊。2-3个月后，回去啦。经过了同样一年外的时间，我们弟又带来啦。这个囡仔的面型又变啦。啊，虽然无有第一次来安尼的形态，不过呢。用肉眼看会出了，面型又是搁再较大起来啦。但是呢，这回来问题唔是伫面呢，问题呢是伫伊个细胞里，发育、营养拢无够，因为家庭贫困啊，尤其是住伫偏远的地方。除了瘦、贫穷以外，营养不良，所以这个囡仔照顾嘛不良，所以呢，常常感冒啊、肺的感染等等，这一回来就喘啦。本来咱的医生该诊断，上好就是爱该刺切，该开一孔啦。可以喘气较顺一点，而且呢，营养会当通补给。但是，这嘛毋是真
安全的代志。伊的爸母啦，在考虑其实呢，这对咱来讲呢，嘛是真风险，尤其是现在嘛才五岁尔，要等到十八岁呢，啊，搁待十几年啊，迄个面齿颚瘤还是不断的搁在生长，会搁大。尤其是现在的细胞呢，已经是非常的衰弱啦。后来，只好呢，就搁伊带转去，一再交代，万一啊，伊细胞好起，那不顺畅的时呢，那都真紧会离开啦。果然。带回去了后，报来的消息啦，这个囡仔透早起来，照着伊生活的习惯，五点外起来啊，开电视，先看看电视，真乐观啊，唱歌啊，摇啊摇啊，咱拢会当会记哩，这个囡仔听到音乐就是摇啊摇啊，那。了后呢，那伊妈妈呢，佮伊好啊，听好就好，较紧佮去睏咯，佮伊佮较带去睏啦。从安尼七点外啦，听到这个囡仔呼吸的声音嘛无同的，去佮伊看卖，已经啊，迄个呼吸啊，已经爱急救的时。赶紧通知，就是要甲送去急救嘛，已经呢来不及啦。从安尼这个囡仔五岁外结束了伊，多灾多难啊！这个业报心啊，虽然唔甘啦，现在伫咧讲这个囡仔，伊过去伫咱这个所在。甲咱有动啊！音乐甲伊放落去，你就会当好看到这个囡仔真可爱。安尼，规身躯直直摇啊，真乐观呐、啊！从迄个面大大呢，无表情啊，迄、那个嘴巴开开，无表情。咱一直甲伊整容、整容、整容干呢，看到伊会晓笑。看到伊的面部有表情，从未晓行，伫咱遮呢，一直甲伊用啊用啊用，甲会晓徛起来，勇敢呢，牵着会晓行过来，看到伊用行的行出精舍的门口去，只要有人牵着，伫安尼的过程三四个月过程啊，过来的时。还是看到伊个面部个表情，只是呢，听到伊喘气个声，真异常，内心都有一种呢不解掉，迄种个感觉。但是呢，内心真矛盾呐、啊，感觉着讲伊要搁再等十几年，真辛苦啊，无定着。一世人伫这个所在，遮尼真侪人甲祝福，成就这回呢，结遮尼真侪的好缘，伊嘛真会晓感恩啊。那该讲，诺文迪感恩，伊笑得会晓感恩感恩啊，看到人就会晓感恩感恩。上无呢，嘛该培养一个感恩心。上无呢，嘛会家培养一份呢，迄份的欢喜、乐观的心。所以这，希望这个囡仔过去的恶业啊，会业报身消除。但愿伊带着这份呢，伊助这人结这尼真多的好缘，这多人家祝福呢，安尼带着这份的福。再来，这份的好缘再来，所以讲，伊这世人五六年的时间会结束，应该爱讲祝福啦。
重业轻受啊。那不是跟主祭人斗阵呢？伊这个重业唔知要搁到偌久啊？那这呢，希望伊重的业会当通即地位轻的业，所以这叫做业报心。有真多呢，由不得自己啊。所以师父会定来甲大家人讲，因果可畏哦。一世人，人甲人的互动啊，毋是过去就好啊呢。咱也阁有来生来世啊，由不得咱自己。要去倒位选择咱的父母，就爱看咱一世人甲人结的是啥物缘。咱是要伫贫，或者是伫富的家庭，爱看你一世人有做啥物款的福啊无？来世人呢？你是要受苦啊快乐呢？爱看你一世人，真多呢，的剧本都是伫一世人啊完成的。来世人呢，就是要上舞台啦。业报心啊，真可怕。所以呢，咱爱真庆幸啊，咱四季健全啊，咱呢思想健康啊，咱的身体嘛也袂歹啊。所以咱爱时时感恩啊，感恩咱得了这个人心，会当头讲得了这个佛法。咱阁会当拿身体力行伫道场的内底修行，所以咱应该呢爱时时讲感恩。所以各位，咱爱真正爱多用心啊，业报心啊，就是烦恼为因啊，所感业报啊，这呢叫做业报心。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。